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字八八子的阿强。用 Mastering Micro 之前，我其实在家里所有八字的歌，我都是用木吉他弹。然后我再来想象他加破音，或是他用其他音色的时候会变得怎么样。但是有了这个之后，我可以把我的歌做得更完整，就跟最后面做出来的时候不会差距那么多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很方便的编曲的工具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在用任何的电脑软体编曲。我都是直接弹，我连鼓声都是自己去打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越接近有了那个 Mastering Micro 之后，我可以比较接近我原来编曲里想要的事情，对，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工具。因为我平常用的音色其实蛮单纯的，然后我推荐 Mastering Micro， 它是第一个是57年的 Twins， 然后加上 Spring Reverb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声音很亮、很干净，然后，而且我觉得这最棒的是它的动态做得很好，像有些数位的模拟，它的动态就没做那么好，但我觉得它的动态很好，不管是做很大声的声音，它会有那个微破的感觉，跟我小声，它有那个很甜的声音。在那个 Mastering Micro 里面 ，Mastering Micro 里面有一个叫70年代的 Bridge， 然后我们刚才是用这个叫 Slapback Delay and Reverb， 就是有点70年代然后 Rockabilly 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我们平常录音的感觉，然后用加上 Grage 的下段，所以做那个有破音但是又跳的那种有点 shuffle 的弹奏，我觉得很顺，就是我平常现场跟录音都是用。尽量去模拟这样的音色，有点复古，但是很 modern， 又加点，虽然是 rockabilly， 但是有点就 hard rock 感觉的音色。Mastering Micro 将要建成我妈妈最爱的乐团小屋，赞！我妈妈终于可以在晚上有充足的睡眠了，妈妈我爱你。